有什么要嘱咐他的吗？诅咒他？嘱咐他？嘱咐他？对。要嘱咐他就是无线没有在用的时候要关掉，不然很费电。要嘱咐他要小心，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他已经不需要我了，他完全会开车了呀。对，我也没有戏份了，我也不用教他了。我说话，严科你怎么这么厉害？然后他比我更厉害。觉得小熊现在练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他上手挺快的，对一个新手的手动挡车的人来讲。就是第一个问题，就是。这个蜜蜂突然出现。